组队大厅与路人撕牌六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毛哥，哎，今天又来和路人撕牌了，哎，不知道又会遇到什么有趣的人啊，哎，老规矩啊，记得先找高，平时都是宝哥找队友加入啊，哎，今天换个方式，哎，咱们招募啊，选队友啊，啊，要求很简单啊，只要妹妹，嗯啊，打错字了啊，啊，这个应该是只要声音好听、甜美的啊 ，OK 啊。喂，能开麦吗，兄弟们？声音甜美吗？你找到可以开麦子啊？你是哪一位？啊，嗯，你好。你这个声音太小了，听不清，不行啊。张顾九能开麦，张顾九。喂。啊，那三号能开麦吗？三号。啊，可以。打一把。哎，这把可以啊，都不认识宝哥啊，那节目效果绝对爆炸啊。宝哥哥你好，我找不到在哪开我是男孩的那个店。哇，你们三个都是女孩子啊？哇，这么尴尬啊！宝哥哥，那我就社恐了呀，那我不开麦了，我社恐，我不是人头是女孩子呢，哥哥啊、不是男孩子呢。哇，不是宝哥真以为那个人头是男孩子啊？这你们懂宝哥把这口头禅兄弟们改成姐妹们的痛苦吗？姐妹们加油啊，这把能赢的好吗？咱们姐妹同心，其利断金。嗯啊，为了不让你们也痛苦，哎，所以今天的素材是这把。兄弟们，这不是开麦的队伍吗？都能说话的吗？你说话呀，你为什么是个塔了？这就很恶心了。没事，塔了什么塔啊？不要怕好吗？有我在，有我在，不要怕，不要怕。你哪位？吧唧一口小酸菜。我是侦探，三十，由于运气太欧，三十六出个 S 皮，我都懵了。这就开始炫起来了，真的是。我真不想炫的，但是实力，但是我的运气不允许啊。Tomorrow。 哎，这次刷那个了，刷那个什么，那个东西，刷那个无限刷道具的那玩意儿啊，传送带，传送带，传送带。哎呦，这猫在那个钟楼，臭个小子！我在想，它是不是个变声器？不，我也是有点怀疑，怎么感觉有点像宝哥呢？有一丁点有点像。我和你锁门，我把门锁了。谁会变声器开我这种声音啊？都是开那种面，都是开那种妹子啊！真的是，谁变声器开男的啊？不都开妹子吗？你们想太多了。他都没有护盾，很像某些人。他有护盾，他护盾让我破一层。对啊，我说的有护盾啊，我说的有护盾。真是，赶紧跑，能走吗？不是，跑，能走。不要去施魏凡，声音真的有点像宝哥啊！不要去施魏凡，施魏凡很危险，不要去施魏凡。啊，你是那个战旗、啊、对吧？你跟我说一下嘛，你战旗嘛，我就跟你看那个了。哎，兄弟就被抓住了啊，一个臭小子。没事啊，我应该、啊、这，我是奶酪味，我不救人。没事，等到后期再救，我没二级隐身不救。有的。等我到五级的时候，我才会救人。这一个声音真的有点萌。你说是谁？是我还是健康丽丽？快跑，撞管道右边！你说？我去，这声音真的有点熟悉，怎么感觉有点像宝哥呢？真的很像。没有啊，你们说的宝哥是谁啊？哎，那个猫小点不见位置了啊，小点。就是那个宝哥，就是那个猫和老鼠的一个主播。哦，你这么说我有印象，还挺火的。你这么说我有印象。跟彦祖 CP 的那个是吧？跟彦祖 CP 的那个对吧？这个我就不懂了，我没常看。哎，他咋隐身了？隐身了是吧？没事。我还行。那还有拍的，让我骗了一个。隐身了是吧？就闪点啊，对，拿着帮他问啊。我看的比较多吧。哎，我不敢踩夹子，兄弟们，这体内好多夹子，不敢踩，我怕踩就没了。他在我这儿，他大约就在我这儿。你是哪个？还在我这儿。我是侦探。来我这了，来庭院了，隐身来庭院了。哎呦，派抓了！哎，还好，吓我一跳啊！再隐身了。啊，他隐身结束了。宝哥就怕他。哎，完了！哎呦，这给他套索套中了，那就尴尬了，兄弟。应该是帮老虎盾。哎，你们有的时候哎，猫和盾了，哎呦，那就尴尬了。你们可能不是很好救我了，这就尴尬了。有盾有夹子，那我就喝隐身。你小心点，有盾有夹子的，你们小心点。让国王救啊！有夹子的，那我你这个蓝瓶丢，早点丢，兄弟，早点丢。哎呦，盾破一层。我这来个烟雾。
哎，没登，没正常，没正常出来呢，可惜了。哇，这个、我又哎，怎么扣大一万了？这、这个大风，哎，我把夹子炸我脚底下了，我真厉害。没事，我去，我去。我救，走，哎，什么情况？没事，我有住院，住院还是亏啊。不用，我救你，按那恶魔推，恶魔，我救，你推，我救。那你这个吧，我抱一下。现在这个梦，没夹子，我知道啊，没有夹子，没有，就着你开那个盾装管道。猫现在不知道去哪啊？猫在哪？开盾不知道猫在哪？猫去那餐厅了呀，肯定餐厅了呀。猫在餐厅。好的，不着急。看国王那个小弟，国王你退，有盾。有夹子是吧？你别、不着急啊，你先等我们提前推我嘛，再去那个餐厅。OK， 我已经好了，我就在观战中。哎，不，我救你去推，我救你推。猫又踩个夹子，真惨。我救。猫有灰瓶。没事。猫现在有灰瓶，现在织毛中。没有什么什么，它驯势好了。哎，甩错地方了，直接甩桌子顶上了，真厉害。国王随机出个护盾，还可以。不行，但是跟他本来的护盾不一毛一样。哎，他被狗抓了，兄弟们！谁跟他抓道具呢？底下放个冰块，冰水。猫死了，快速度来推，兄弟们！有，你放护那个护盾战旗。哎呀，开抓了！哎，他输了！哎，完蛋，国王被套中了。装那门。猫现在是霸体，猫在霸体。我救你推，我去那七个乒乓球，我丢，这也可以，这都可以。哎，猫有训示，你小心。有训示。剑客莉莉果然是个脸皮之王。你应该是能走的啊，应该是来得及。砸墙，这个地方好像能木线门，看你了，臭小子。我不会，你信吗？这个还放不了啊，还不如让我玩呢，我谢谢你。哎，卖了，不用救了，卖了，不用救了。恶魔杰瑞会开吗？会开吗？这个能开吗？能开，刚才那个。能开。咱们左边不是有个桌子吗？你在底下放边缘。哎，不用，开不了，不会开就不要开了。哦，可以开。哎，有泡泡，有泡泡，恶魔杰瑞打烂一下。你小子，你刚才站旁边干的。进。我去，极限翻盘，他锤子都没用上，他跟他拿锤子呢，真惨。为什么我才下15分？哦，对，我死得早。好了，借身去了，你们玩，兄弟们。哇，真的宝哥都给输了，不容易啊。话说经常看宝哥视频的不应该很厉害吗？什么情况啊？哎，好的，不要忘记这个，咱们下。